申署健保局各位长官啊，主席，我麻烦请署长，谢谢。署长请。侯委员好，署长早，谢谢你。延续刚我们那个刘委员的咨询哈，是，是这项这个报告较想要有较猛混呐哈。本协伫这个97年四月，就针对我们这一个药品食品的问题，已经提出咨询，甚至于当初的副署长就答应10天要给消息，啊，全无去，因为恁的人事更换伤过了频繁哈。那98年的10月15号，事实上是早上啊。早上是朱立伦副院长，他是以消保会主委的身份在我们委员会被质询。质询的时候，这一个朱立伦副院长是答应在98年年底就会给我们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一个资料哈。那可能是下午的时候，吴院长有到你们卫生署去这个巡视巡视。然后你们就顺势啊，哈，有把这一件事情啊，跟他报告，就提出来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觉得不满意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药品食品的问题是善存，碳有高啊呢。结果恁今嘛安尼500-600种内底，善存还阁唔是列为食品。你们那高台上面高剂量上面有诶无安尼讲一堆，碳有高啊啦，差不多啊啦。百姓嘛，差不多应该爱得到这一个合理的一个交代，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啦。是，所以这边跟委员报告，所以局长，我针对善存的事情，我跟你讲几摆，你嘛是修改，阿哥无处理嘛。是，我得都要得该谁的工？他那些所有的成分，你那无个公告做食品的原料一准吼，伊就无法都变做食品嘛。啊！你不爱都变做食品，你喜欢那不爱公告嘞？我今嘛的，所以我都爱的讲，我们现在有260种，那660，因为。啊，一点哈，局长啊，我看恁的报告内底哦，我会惊到呢。恁的第8页内底啊，如果要把药品进口之维生素的这个进口关税啊，改成食品呐、啊，关税给30%啦。啊，这是食品的迄、那、条、個。啊，你们要陷我于不义。啊，即马那安尼为药品，即马现又得10块，啊，那改做食品，佫加变13块，我唔欢喜的。啊，这是、那個。你要把这事情讲清楚诶，我看是我没问题呢。啊，这是关税本来的迄、那个。啊，你是唔是即马变做那善存变做药品改食品了，是佫颠倒佫加贵30%？无，伊唔是进口啊，伊是国产的呀、啊，它是国产的，现在是进口的。它是原料进口。它原料进口来这边来做。所以它是算是国产，它没有关税的问题。啊，哪公算够善的要求，啊，要个加贵，这个就是真的是很离谱。所以我刚就讲了嘛，碳有高啊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们卫生署再做多少事情，都会被我们百姓给你们火劫掉了。是，那这个你们自己好好检讨一下。这个部分我们有去跟他们沟通。这个要跟侯员报告哈、哦。第一个，这个是不是消保会它的价格哈、哦？垄断或等等是消保会来处理。第二个价格，消保会、消基会都已经提几次。不是，这我卫生署可以管人家价格吗？但是问题是你的界定啊。卫生署是管价格的吗？你的界定啊。啊，鉴定就是他把它变成食品嘛，在新的制度底下就变成食品了嘛。啊，那你食品有食品的。你刚刚已经有回复我们这个刘委员嘛？是。你善存还是没有归列为食品嘛？那就是一定要把这些。本来不是食，因为它变成食品以后，好啦食品添加物嘛，你的时间档期嘛，我就要你们的期限嘛，这97年到现在的啦，当期的，局长，就是照所有的程序走完，就是要到101年的6月嘛，啊，这样民国99年的四，今年4月10，所以我们这次也是4月14，其实很用心的把这些事情101年一一的解释，就是说今天不是善存单一的问题。啊，你敢没想过？你老公哦，因为把食品现在就是各国也是这样，原来已经既定的，现在药品有食品，如果我把食品把它改成健康食品，或是把药品改成健康食品，我现在面临的是3000件以上的产品要做变动，现在我们把药品变成食品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，就变动510种。这个101年到底是101年年初还是年底？这个十几个我也。老给一路，我们100年开始就所有的产品哈、哦、来登记的，一定是要用食品登记。但是因为我刚才有这个制造厂，你要把它从药厂把它
downgrade 到食品厂，这也他们也要花时间去改，而且所有的原来的标示这些产品，我一定要给他一点缓冲时间、啊、好了，你能承诺的也是101年的5月20号以前的、啊。那我是说，如果是对不对，我们今天有两种，一个是在我们的归类方法，我们可以去改进。我要列基函呐，列基函呐，101年几页的？因为即使我没有在当立法委员，还有其他有良心的立法委员会继续去追踪啊。101年的几页啦？63章嘛。超过5月20日啦，你搁有做无做唔知影啦。不能。可能嘛，不能讲啦。人讲，但是我讲唔敢收人的假媒体啦，你知影无啊？对，但是我是说，因为这个，比如说我们一个公告，这是 WTO 的公告，这是两个月，一定是。我们就界定为4月30号了，哦，你们就去努力了，署长也在不？是。哦，我管阿内喝了哈。好，接下来那个局长您请回哈，苏定了。是。到杜啊哈，可能麻烦朱雪丹那个郑局长哦，我们也要麻烦两位一起哈。因为刚刚我有听到了哈，这个咱局长有在讲，公民国高2006-2007，95年、96年，哈、哦，这个基隆属立医院呐，哈、哦，这个代志的杨超然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，哈、哦。啊，你在讲这个97年了，啊，讲的当中无其他的问题发生，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无辜妇女，虽然说他们当初是可能是在。地下钱庄找不到钱，但是真正是被应急的，所以也没有后悔的空间，也没有这个考虑的余地，所以就糊里糊涂的去做这件事情。以后，哈、哦，你讲伫这个97年以后都拢无，但是今仔日啦，有一篇报道，我看了，而且还是调查局的发言人孟慧华，哈、哦，他讲的哦，他说哦，其中两起大型医院。假开刀真诈财案，已报请台中地检署，哈、哦，馈赠数页。检方近日将传唤相关人员说明。此外，北部地区也至少有一家知名医疗院所涉案，且有医师已被检调约谈，近日可能就会侦结起诉。啊，这是97年以前还是之后？这个问题好像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哦。对，刚刚委员的询问是说，在那个我们97年被检调通知以后，我们就照我们健保申报资料里面能查的一些标准，我们全部把它扫过去。98年，我们是没有发现类似的状况。啊，你认为这是98年还是97年？这是近日哦。讲实话，我们在足侪犯罪吼，其实是几啊年后有人无涉离林志伟啥去讲出来，其实足侪、哦、啊。我们大部分的，所以你可以保证，98年都没有无辜的妇女再继续受害。报告人，这个大概没有人有办法保证。我只能讲说，在健保局的资料，我们去查过了是没有的。苏定王，来来来，您阿妹想要去健保会啊？这个问题你们这样子回答，我相信全国的百姓都没有办法接受了。这个3万多个医师，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未来都没有？只是我们本来我们过去的案件，我们就你用这样的处理啊，过去就发生案，我说我这样没有办法去杜绝啊。不是，我用这样的处理，哈、哦，那绝对有吓阻的作用嘛。可是我怎么能够保证3万个医师将来都没有一个人过讨个派去啊？对不对？他以为他可以蒙混过关，现在他没有办法蒙混，我给他最严厉的处置。啊，咱不给我稽核员，他嘴写的冲啥？哎，再多的稽核员，我讲一个例子好了，你也许听了不顺耳哦。说台湾再多的警察，一定还有小偷嘛？哪一个国家没有小偷？但是我们小偷不要弄太多，一定要处理。每日一次啦，不是每日一次嘛？你这股吼，今仔就规工拢在讲啦。我紧啦，啊，都不要事实嘛。对不对？我怎么能够保证？哎，再多的警察能够保证没有小偷吗？但是小偷多，我们一定要处理。你哪有接的这例子哈、哦？我就没有，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。我叫我保证三万个医师追究下去了哈、哦。我们说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可以严厉的处罚。但是输定了。哎，是啊。我是感觉你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是对你做这两件事情是持肯定的一个看法。谢谢。哈、哦，应该爱继续去做，但是呢，一定爱达到
咱认为讲吼，无法度好100分，起码嘛要90分。是，那以前没有人敢撤销医师证书，这些女性我依法给他撤销了。以前没有人敢这样的重罚，我重罚了。对了，如果他有还要做这种事情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但是对不对？就是讲吼，尽量未使搁有这无辜的女性受害。当然，我们非常不喜欢。北宜变成屠宰场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而且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承受，这个、不是影响到你的健保所以我们卫生署承受这样的指责嘛？署长，我再跟您报告，你今仔日大家拢想到的，干那想到讲是健保影响，想到讲商业保险被影响，您敢知影影响的啥？劳保、公保拢总影响，您敢知影？对啊，他如果是劳工，还可以申请、这个、对，申请那个劳保给付，我当然知道啊。劳保给付啊，对啊，像你这个乳房，还有这个子宫。对啊，子宫还有这个卵巢，变成重残、啊、可以残废啊，可以，他可以申请劳保160天。对啊，对不？对，所以劳保嘛已经是已经有这个财务的这个缺口啊。对，你看这个一影响就影响那么多，还有公保，搁较侪，搁领较侪。你劳保是160天呢，所以公保要有6个月呢，6个月耶。所以谢谢委员，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严格的处理嘛。所以我们还是期许哦。你卫生署这边把关的话，谢谢，我们女性也会受惠，对，包括劳保、公保是都可以去杜绝它的弊端，对，哦，所以你看，所以我们卫生署健保其实多重要，所以我们卫生署过去的我们不谈，我们愿意面对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嘛？是，我不能讲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，谢谢署长，我说后来的人，后来人不要再去受害嘛，好，谢谢委员。